哇，有点累个，他就死亡还要滑一下，有点厉害。拿出去，我们今天要来玩这什么、啊？这什么？报名，报名，为什么是报名？恭喜本体不用拖了，报名成功。啊，偶像，偶像，我旁边有偶像。唐门三偶像，哇！哇偶像、啊，他跳不下去，想跳还跳不出，删不掉哎、欸，哇！你身上是有多少东西？为什么都啊永久连闪啊？不然我删掉，真的哇哇！哇欸、我刚刚也是留拯救你，这个太恶意了，不行啊！今天要来玩的是那个同样是那个狼人杀作者群所做的另一张地图，嗯，这个是。炸虾地图，炸虾，它也是鬼抓人的地图，那只是鬼变成是一个稽查员，那人类方则是厨师。我们只要能够做出这个传说中的炸虾，我们就会获胜。哦，稽查员就是鬼，他不准我们做炸虾，可能他炸虾过敏吧。可能稽查员爱吃西瓜，然后炸虾过敏之类的。哎呦，怎么了？他自己觉得很面熟的说法。你朋友也这样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吃虾是啊，就是这样的地图。那炸虾的材料就在这里，然后在地图好像某些角落会生成，就是玩了就知道。好，没问题，相信我们 ，OK。不是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动来动去啊？他是侦测一个人的视角吧，就是他要以他为主，所以他站哪边看都是正面这样。制作材料会一直扭动他的身体，对，他是侦测最近的那个人的样子。哎、欸，我还没记啊，等一下啦。有七个生菜酱反正就是七个不同的就可以了嘛。哦，这样就好了，随便摆嘛。随便摆，还有说其实可以随便摆。菜刀可以，哎，啊，菜刀可以砍稽查员吗？这样好像也不错哎、欸，凶巴巴，而且没有间谍，我们不用担心，好不好？哦、yeah. oh. ，对，背景故事。那这样有蠢稽查员吗？酱油没有。背景故事啊，这边有规则跟说明。厨师就是人类方，有食材包、自盲炸弹、发现食材。哦，有了！发现食材就是可以找到那个食材产生点，还有梦幻之虾的所在地。哦，稽查员有一个很强，就是会有没有清除随机一位厨师的所有材料？哇塞，太凶了！但是随机的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嗯，那稽查员不晓得会有几个，没关系，我们玩了就知道。哦，这边可以设定啊。啊，预设是多少？预设是一个。那就先两个看看啊！我想成为稽查员，我随便啊！我们都选那个吗？哦，没事，随便吗？表示随便，我随便啊！那我们随便啦，随便看看，每个人都随便啊！我随便啊，我随便，大家都很随便。还有谁没随便？还有谁没随便？一下二零，鲁米跟羊掉下去了啦！我怎么掉下去？他们掉到水里面，在玩跑酷，在玩跑酷啊！你别想跑酷啊，来随便一下啦，随便随便随便跑一跑，随便开啊，随便随便随便来哦，那我们就来 play 看看喽。好，哎，等一下，我材质包还没装。定哦，好像可以看出来那些哦。看你的虾虾哦，我的虾虾是鲑鱼。虾虾哭哭，哪是虾？是鲑鱼做的。等一下，好，等你。而且还是观众提醒我的，你没发现吗？等你。哎，那个叫什么？哦，哎、欸，现在怎样？谁？我只是到最顶端看到一个恭喜完成跑酷。你很慌、啊，现在嚣张了，这样没有，我想到什么？你是不是最近越来越皮啦？翅膀越来越棒了，大牌了！想说有奖励，我想拿奖励。大牌了！不知道会杀掉你，而且你还杀全部了。对，臭死了，我没带过。哎，为什么没有啊？不是酷什么鬼的吗？没有，你要解他说，要解他说，要解他说。对对对对。嗯，那等看你要直接去。
生命有回来吗？哇，这个水是假的。他应该有屏障把你挡着，就不知道掉下去要怎么上去，你知道吗？要全部重新跑啦。哎呦，哎呦，有哎呦，二零要拿奖励吗？还好我有看聊天室。等一下啊，要游进去吗？我觉得我跟洋洋这边很有障碍、欸。没有没有，你那边被那边被屏障挡住了。不是你们跑错边的啦，你们在跑哪里啊？跑哪里？哎、欸，重点是杰哥看着你们跑错呢，他什么都不说啊。对啊，兄弟，我刚才看到，什么都不说啊。杰克哦，不是我，杰克哦，我掉下去，不行哦。哇，他笑好可爱哦。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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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我坏了！哎呀，我怎么一直被挡住啊？很可爱啊！这边我哎、欸，我过去，完了，欸、你就在这边吗？太快太快了！这里杨洋是我啦，对不起啦！一堆这样怎么回去啊？好啦，材质包都有了哈，有了，我就来啦！为了炸虾，让我们努力。耶、yeah! 哦！哦，我跟猫咪啊，居然有菜刀，我有菜刀哦。你怎么长得这样？我觉得菜刀真的可以砍人哦。你怎么长这样？你更丑啊！菜刀可以砍，菜刀很锋利哦。你真是麻烦白爷了。好好加油哦！哦，生成材料出来了，我完成成就了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甜美的梦，我在睡觉、啊。白痴哦！等一下。刚是不是有人一直在杀大家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卢米是稽查员，卢、啊、米是稽查员，有人在杀大家，对，卢、欸、米是稽查员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我们杀他们？哎呀，我被羁押了！被羁押了！啊，你是不是对小妹妹想做不好的事情？羁押你？为什么你可以羁押？我也想羁押自己。你也想羁押？羁押？羁押？你现在行吗？什么东西？哦、oh, ，我好好说话哦。我到现在完全没有拿到任何一个食材，是怎么回事啊？对啊，地上有附魔镜，你们是正确的吗？有些绿宝石。繁星的刀好凶哦。哦，是绿宝石的点才有哦。对，而且其实我们鬼要打你们好几下。你们鬼、哦、走开啦！你们鬼。真的菜刀有点凶。等一下，我拿到附魔金苹果哎、欸，好爽哦！哎呦，有发光，有猫咪耶、欸！发现食材，我自己发现食材，为什么食材是猫咪？我已经肚子饿了。盔甲座，哇，那个猫就是，它是虾，它是虾，它是梦幻之虾。原来梦幻之虾是，梦幻之虾是猫吗？捡不到食材啊，卡在活跳跳。哦，你弄我什么踩到陷阱啦？自防，啊，死了。有了，看到了，吸压了，吸压了，放心。那我们的技能呢？还是他一开始不会有 ，OK。露米，你有技能吗？我有一个发现厨师。你有一个发现厨师，为什么你有？你怎么会有发现厨师？刚刚好像积压了发现就拿到了。哎，允你有没有经验？经验没有，我给你，我给你，我这边太多了，拿走，你拿走。为什么把发现积压？快点，凭什么？前面。哎呀，我想你为什么又有经验了？你为什么？快跑！我想说你这样子比较好找。等，加速，我都没了。走。哎。你杀了我还叫他找我，你这样对吗？你是死路啊！被羁押了，没死路哎、欸！我羁押了，你怎么死路啊？好吃的。哎，卢米，那个稽查员好，卢米能打哦，打好几下。可是我刚打他几下，他就羁押了。什么？我是不是怪怪的、啊？我没有羁押，看看他们。我们不会回血啊。没有。对啊，我们不会回血，不会回血啊。我们是陷阱。踩到地上亮亮的，咦，哪里有东西啊？有，刚刚我拿到一个，我有用，没看到，我有用。洋洋，你在哪里啊？洋洋，我在你心里啊。外面世界好可怕，洋洋姐姐。哇塞！哦，你有金苹果，你为什么？哇！让我吃个。哇！不要，回来。是说他是我的，你去找别人。是说不要食材，所以这些地方都会有食材。我在飞，我在不是我在。你没有在飞，你在地上跑。不是每个后面我要飞起来了，我要飞起来了。别关门。那个食材在下面啊，有个牛排啊。哦，这边好多。我捡到了。
我们是要合资是不是？哦哦，食材是生在固定点哦。强制舍弃合资，我还有拿到叠加物哎。有人把这个清除了吗？谁清我的食材啦？不要，烦哦！你越不要走，我追不到你。哎，哈基，我们来抢食材吧。你不要跑，不要离开我，不要，不要过来。他是随机的，对啊，对，他是随机，他不是每个绿宝石点都有。蛋团，哎，巧克力在那个绿色的地方上面会有产生。好，谢谢你。我先打音乐，要死翘翘了。你们不会回血是不是？不会，不会，啊。要我打你好高下哦。洋洋去哪？洋洋去哪？你不要走。姐姐，别！二零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一心一意，只看着你啊！我不要！打他！打他！我打到你了！打他！打他！把他打死！把他打死！我来看这个好了。哎，我的虾好可爱！我以为他是猫，他是虾哦。对，我们要把猫杀死才有虾子。哦，这是加速，我好好棒哦！不要！这游戏太棒了，终于可以杀猫了。什么？什么？你还要蹲下慢慢靠近呢？哇，好快！嗯，他会跑掉，可是你打他一下，我已经走不动了。打你们一下就会那个、欸，被缓速。我走不动了，天啊，肚子剩下的是谁？二零。哎哎哎哎哎哎，是你。哎哎，二零，二零是你了。不知不觉。刚你不是看到你吗？他刚在这里啊。对啊，我刚一次看到你在这里啊。好多食材哦。在哪里？哇，好厉害哦。哎，你为什么可以拿食材啊？哦，对啊，我可以拿食材。对啊，食材也可以拿哦。傻眼，拿什么？傻眼，蹦蹦就好了。傻眼，这是你们偷我们的东西，想要做，我就不想做。你把我们东西拿走了。我拿去做炸猫的。不要炸猫了，炸虾啦！哇哇哇哇哇！哎，好刺激哦，好刺激哦。二零在哪？二零。哎，真的哎。哦，有哎。梦幻之虾，二零，我找到了。什么东西？哇！发现厨师，发现厨师了！那个，我走这，我走这，露米你在下面等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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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哈哈哈！家长，我去哪里了？笑死！好难哦，很难呢。不容易吧？请你吃虾虾。好开心，请你吃牛排。超恐怖，真的很恐怖啊！真的，我听到你惊恐哎。啊，第一场小智伸手，小智伸手。好，感谢他们。因为稽查员其实要打好几下，而且他打到你们的时候，稽查员好像会缓速一下，感冒好点呗。对，所以他其实很难连打，就是一直苦追着你这样子的。嗯，还有。没关系，都会了，那我们再来一次哦。没问题，那就来厮打的哦。哦，哎，他预设一个，就只有露米一个，哎，耶，哇，耶，露米很强啊！你看刚刚杀几个，这么厉害，对啊，你们，那我们都要测试一下有没有？刚刚两个鬼，现在一个鬼看看。嗯，好，我知道，一个鬼是不是？哇！不是，你不要过来！你为什么直接追我啦？救命！没玩到，怨念很深哦。玩一下，怨念超深的。让我玩一下。丢下他！哎，他这是幽魂。哎，你们，你这样真的会被骂哦！过来，走开！为什么？替身术，替身术！为什么丢下我了？我死了！你滚！你滚！我迷路了！我迷路了！这是一种幽魂的感觉，欠你幽魂。会痛会痛啊！你先找别人，你先找别人。猜我看到杰克了，露米，我看到杰克了。哦，好，那我们换去抓杰克好了。对对对，你先去抓杰克。好好好，你帮我开门，让我可能比较方便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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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杰克交给你，杰克交给你。哎，哇，是杰克你揍我的吗？是啊，应该是杰克揍你的吧？哇，杰克你好凶哦！队友，你还打我啊？队友，你们可以，原来有防卫伤害部分。哇，可以这样啊？哇，可以啊！你可能要被骂。让杰克去陪你了。等下，杰克就看到那个什么巧克力，看到杰克就直接杀了。杀我啦！傻眼。夏夏在哪里？你活该，你活该！
好可爱哦！你看，我还可以帮，我还可以多帮你挡一下，你打我就没了。这陷阱好久哦！爆个屁呀、啊！这是爆名哦！他的陷阱好久，发现失常那边啊，这边怎么有吗？你们也可以，也可以互相集资啊，互相集资。你怎么不？